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模仿人类，包括杀人。他想得到什么？爱上一个人，就是爱上一种习惯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女朋友最近有点不一样？你不是苏醒。 据统计，全中国像你这样年纪的男人，婚前平均恋爱次数为5.73次，你还有机会换一个。换谁呀？换我。此事已经拥有所有人类的情绪，如果没有办法让他满足这段爱情，我国将不堪设想。 你喜欢机器人吗？